让您的孩子来学习如何编程游戏吧。在电脑上表达，制作游戏对孩子来说要比用其他方式更容易。想要做个手机应用程序或一个网站吗？学点编程吧，你会觉得一点也不难。当今时代，不管你将来做什么职业，哪怕你是准备学文科，如社会科学，都会需要计算机科学的知识，以及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。最重要的是，计算机科学可以培养你的逻辑思考能力和有条不紊的处理方式。Hi, my name is Qibang and I'm an instructor at KT Bytes. I've been working here for 4 years and I teach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vel computer science. KT Bytes 是位于波士顿的一所学校，为8到18岁的学生教授计算机科学。我们的学生来自美国和全世界，我们提供线下和线上课程。KT Bytes 计算机科技学校由几个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创办，具有自己的教师队伍、教学课程、技术和用户平台。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以英文为母语的教师讲授的，并且提供在线课程。学生能够从舒适的家中获得与教师和同班同学互动的完整课堂体验。一个班级里老师学生比例是1:8，保证每名学生的教育质量。我们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，除了授课，还有线上教科书、课堂录音和练习题，以便学生更好利用课下时间。此外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助教提供作业辅导，任何学生都可以获得1:1的帮助。作为家长，您可以通过您的账号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表现，我们还定期发送进度报告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，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，我们会很乐意帮助您。总而言之，KT Bytes 让您的孩子足不出户就能得到完整的课堂体验。如果有兴趣报名参加，请让您的孩子在我们的微信页面完成评估测试，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，以便您了解课程安排、注册和报名。